像刚小皮姐说的，快跑！拿小皮鞭抽打你们，等一下。小皮，会怕死啊！我雷劈！他以为你很怕了。没事，我不怕了。他不吃香蕉。他真的不吃香蕉。两只脚。你们吃啥香蕉？再遇到大象在那个。嗯、我们好像没拿香蕉过来，怎么捡那么多香蕉？别人的。是。走了，你真的要被他小皮鞭抽打了。这是母大象。母的，我们拦得住。